12月20号，周杰伦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张给孩子买的小袜子的照片，还配文道：今天帮小朋友买了这双 Rollerdanstan 风格的袜袜，可恶，没有大人的。 Rollerdanstan 是波普漫画大师，袜子上的图案正是波普风格的经典漫画，色彩夸张的漫画印在袜子上非常好看，只可惜袜子没有大人穿的号码，让周杰伦遗憾吐槽：可恶，没有大人的。还把袜子叫做袜袜，萌到网友纷纷评论道：是我们的小公举，你可以把这个当手套用，亲爱的伦妹好可爱呀。天王周杰伦自与昆凌结婚后陆续生下女儿小周周及儿子 Romeo， 组成好子。他自从创立了 IG 账号后，便时常发文分享工作生活及心情点滴，11号难得晒自己平刘海的自拍照，调出娇妻底下回应。照片中可见周杰伦顶着平刘海发型，穿上黑 T 配连帽外套，双耳戴着耳机，迎着光眼神看向镜头，摆出一贯的酷酷表情，并写下 I'm such a young man， 附上眯眯眼笑脸的表情符号，引来爱妻昆凌在抛文底下留言哈哈，外加手捂嘴的表情符号回应。